大家好，我是居居侠。上期的重要观众呢，被我藏在了视频中的某个位置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就可以找到哦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把十七杀的吃鸡素材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游戏直接开始。落地呢，我找到了一把喷子，就把一个落单小队给包围了。你瞅瞅他，一直搁集装箱上蹦来蹦去的，根本就没把我居居侠放在眼里啊！都给我看好了，漂亮，打了个进步。咱们仔细听一下脚步声啊。他队友好像都过来了，咱们准备把他们个个击破。脑袋上有人，哎，一个，前面又来人了，咱们往后拉，回手掏，喷了他两下，等他过来啊。就这水平还跟我搁这闹，哎，白白的你了。应该还有俩，脚步声很近，哎，又倒了，绕一下，直接灭队。后面又过来了个送快递的，来来来，你看我居居侠怂不怂你？咱们继续绕一下，哎，我去你丫的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舔个包，溜了溜了。啊，真香！刚准备走，迷宫楼楼顶看到一个，先给他丢个燃烧瓶，竟然没烧到，轻松给他拿下。这个时候呢，他队友就在前面的海景房里。这楼顶也不好打他呀，咱们掐个雷，不要让他听到咱们拔雷的声音，直接丢给他，轻松拿下。紧接着呢，我路过 P 城，打我了，应该这里有一个队啊，右边还有车声，先打右边的，一个，放个子弹，哎，成功灭队。前面又有脚步声，来来来，有本事你露一个，你看哥哥揍不揍你 ？Later。哎，轻松拿下，过去把他给补了。还有一个也下来了，打他一梭子，这小子又进房子了，直接莽他吧，坐下吧弟弟。毫无难度嘛，终于到了紧张又刺激的决赛圈了。最后一个人呢，就在左边的铁皮后，看到没？先送他一颗黑凤雷，杀杀他的锐气，然后咱们直接莽，对准他可能会出来的位置。哎，成功掐机！来，我们恭喜这个玩家获得100点券。观众点赞、评论、转发此视频即可参与抽奖哦。好了好了，我是居居侠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